好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苗栗东路的五福庙。每一年土这个普渡过了后，拢会开放给民众自由提这个祭品。今年是722道，总共6500份的祭品，以往拢是一开放无到40秒，所有的祭品都被扫提了了。但是今年抢祭品的人较少，速度嘛比往年慢1分钟左右。为什么呢？苗方讲，真有可能是因为疫情进前停办2年，今年恢复举办，真侪人未记得有这个好康的，拢唔知影要来了。目睭看过，竞品从竞到摆，更是地满满，总共700多桌。民众伫桌仔边徛好好势，等到普渡的法会一日结束，就马上出手。有人专门提饼，有人上尊水果，也有人无论是啥物，只要伫面头前的手提着的就装好。整个庄子都拿不下了，再登记吧。这是苗栗东路的五福庙，每一年普渡了后，拢开放给民众会当摕奖品。不过今年人潮唔闹变少，奖品红扫了了的速度嘛比永过也搁较慢。永过镜头边啊，满满拢是人，不到40秒，桌顶全部拢红扫了了。今年有较冷清，将近2分钟奖品才红摕了了。第一次还蛮稀奇的啊，今年是第二次了。今年第二次，中间疫情。苗方讲，会来摕奖品的，除了当地居民，也搁上拜期间会专门来吃。严格前2年因为疫情影响，无开放领奖品。今年重新举办，期间可能是无收到消息，或者是放未记，人数减要将近一半，领奖品的速度才会对来变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